是我们歌唱机长啊，接下来介绍的是哦，罗时丰，他牛啊，钢笔感是男生，嘿吼，迄落位所在，雄心的所在。谁人在我心内，也孤单也感慨。到底为什地，心情亲像茫茫的人海？不应该，不应该，为滴落男性的目屎。是男生的期待，讲你敢是男生，伤心伤心的所在。歌唱急转弯，女儿圈。啊。在我心内，孤单也感慨，到底为什么来？心情亲像茫茫的人海，不应该，不应该，为滴落男性的目屎。男性的期待，钢笔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，钢笔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。可以，我字太多了。哦，还有，不应该。心的目屎，不应该，不应该，为失去男性的期待。讲你敢是男性，伤心伤心的所哎呀，瓜哥，大牛，大牛，大哥，太多新风。大牛的这个可以说是近一年来的服装啊，改变造型很多。以前大概都是大概三个月才换一套衣服，最近频频换衣服啊，到日本啊，到香港去购新衣啊，添新装啊。嗯。但是又没有看他主持什么新的综艺节目。他最近因为这个唱片出唱片率蛮高的哦，所以在尤其有名人的指点哦，穿着啊，这个发型的打扮呢、啊，是越来越潇洒。是啊，是啊，听说这个名人呢、啊，跟他朝夕相处啊，这个相处非常愉快，所以从头到尾都打点的非常好，生活起居啊等等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嗯，而且人是个习惯的动物嘛，哦、哎，嗯、有了这种穿着以后啊、嗯，再差一点就穿不下去了。是啊，越穿越好看。对对对，最近刚刚大家知道他搬了新家了，哦、又把母亲住在一般人跟妈妈住在一起，恐怕会有很多的问题。但是他不会啊，不会、啊，不会、啊哎怎么会。我也是跟妈妈爸爸住一起。是啊，是。可是你跟他不一样啊，你就是拿钱回家，有时带妈妈爸妈出国、啊。哦，他还是跟爸妈要钱啊？不是，哦、他还是拿钱回家，可是他呢还。亲力亲为啊，亲身陪爸爸、陪妈妈，那两个人在玩大富翁啊，哎，芭比娃娃啊，哎、都不错。有痴呆症，最近比较没有。我妈快接近，也不是、啊、自己应该大家去走走吧。自己一个人生活了，啊、因为爸爸无聊了啊，前几年去世了嘛。那妈妈自己一个人，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，哎呦，我有时候回去，她好像疯女十八年一样，自己。拔头发，哎呦，他，那你我知道，以后不要叫他去，你有没有带他去看电影？他是租录影带给他看，
有朱露影带。对呀、啊，那个东方不败不是，当最近那妈妈会不会因为想学呢？拔头发。哦，那一部他还没看。搞不好给他看了以后他就想，哎呦。那就不得了，那杨凡马上眼令狐冲。啊，最重要是爸妈都应该多陪，尤其你现在年纪那么轻，你又有的是时间嘛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是是，不要贪玩，最近比较忙一点，哎，工作多了，是啊是啊。我有那带妈妈去日本玩了，对啊，哎，妈妈到日本去逛街好愉快啊，对不对？也说回国的时候带了两箱苹果，最主要是苹果比台湾便宜大概20块这样了。假性啊，哎，老大人都买这根思想了。但是所以说你看到妈妈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年轻人应该省一点。对不对？我那开机开个挥霍无度啊，这不行的哈。哦，是。我们是不会的，我们是不会。像杨凡这样常常这样。我不会，我不会省钱啊，省得很厉害，最近。省，然后一下把它花光了。那有时候需要啊，就像你说的道理，有时候到国外去买衣服啊，是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衣服用量很大。是去买衣服啊。对啊，买女孩子衣服啊。来，我们谢谢罗时丰啊，谢谢谢谢。罗时丰实在是蛮可爱的一位。对啊，其实我们在私底下跟罗时丰真的是无所不谈。接下来介绍是潘美辰带来一首歌曲《你就是我唯一的爱》。我想再次喊着你，好想再次看看你，我这炽热的爱是否太晚？我想再次拥着你，好想听你的声音，没有机会的爱为什么让我孤单？望着你我日渐消瘦，望着你我泪眼望着你，却不言不语。望着你，我终于明白，你就是我唯一的爱，你就是我最后的爱。好像冰冻的你，我失去了你，在这寒冷冬季里。歌唱一段，歌写完结。我想再次拥着你。好想听你的声音，没有机会的爱为什么让我孤单？望着你我日渐消瘦，望着你我泪眼满眶，望着你我终于明白，你就是我唯一的爱，你就是我最后失去了你，在这寒冷冬季里。望着你，我日渐消瘦，望着你，我泪眼满眶，望着你却不言不语，望着你，我终于明白。
好像冰冻的你，我也失去了你，在这寒冷冬季里，你就是我唯一的爱，你就是我最后的爱，现在的心情好像冰冻的你，我已失去了你，在这寒冷冬季里。谢谢，谢谢潘姐，谢谢潘姐。